别侥幸，他现在一撑着不转，他就再个就是给对方腰线，你不用慌，他给不动你就那后面腰，你退下来，你脚拉长拉住，他打不穿你的链，你两条线吃着他，他也没让他。双方运动员继续比赛。我愿继续，还是稍微让他拿的复杂一点。好。一个全是躲你，手指要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肯定就死撑你多少段，要不然死躲你。他就这两点，能够凑合。他发这个侧下这个球是这个地方的球。你这球是打拧，他全是拧。你这上面拧的话，你中间拧一下，你只要帮他反手抬手撑住就行了。而且再一个，假如这个球你没有拧到你想要的位置，没关系。第二板球你别想发死边，你老是想发发一板，第二板你就给他发一个，他也平。要不然什么？稍微点速度就行。他发那个球有点出台，说实在，对，有点半场。对，但你不是他在我反手的攻击。对，他们而且这么些怎么飘都是背你。然后你发球的时候，我感觉你得发点长的。你下一局上来还得多。跳我这种位置，我感觉到他肯定还要扭，球应该变了。发球感觉没懂。你俩现在就是谁发球轮，谁稍微两个。只不过就是他把我中间那个球侧上翻过来，我觉得这么拉的，除了反手的那个球，但你那个如果他运气好，他又能中间拉。